救灾、救急、救难，这就是慈济的难。在普天之下，只要有因缘，只要有苦难，慈济人都会很自动自发动员起来啦。所以说来，天下人间菩萨所有严苦众生，人人都知道佛陀觉悟，那是所觉悟的啦，是有三间四相。三间就是时间、空间、人与人之间，这三间呐、啊，时间，佛陀时常，尤其是在经典里，都常常看经典呐、啊，诵经呐、啊，总是呢，第一个看到的，那就是时间。每一回，我若要讲一部经啦、啊，一定呢如是我闻，一时那就是时间，一时佛陀在某某地方，那叫做空间。为什么样什么样的人说话，那叫做人间。佛陀2000多年前的觉悟，我们现在啦的付出，佛陀那个时候是启开智慧，我们现在呢是造福人间，要身体力行投入人间救济苦难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来圆佛陀付托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要身体力行，用智慧去发挥慈悲，关怀天下苦难人。那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不断延伸爱的能量，接受到了法，就发挥出了力量来。所以佛法要信佛陀跟我们说，人生的价值的确一切皆空，我们要去认识空，空中有妙有，所有的相都离不开呢成住坏空，所有的人人生都有生老病死的变相死亡，那一切啦总是呢有永尽，唯有法它是永恒。从佛陀时代，佛陀的细长高年寿还，他这交通不方便啦、啊，人口也不多啦、啊，其实啦、啊，他的真理结构很真实，所以后来的人呐、啊，有智慧的人，就把阿弥不断不断的增添佛陀的精神。变成了用文字的美妙的纸盒给组合起来了，有能力的人呢、啊、去说话，所以呢不管是文字或者是声音的说话等等，就传话。我现在也常跟慈济人说，心法文法
说法传法，总是呢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所以，我们大家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人人都可以很简单就可以听到法。我现在说了，现在的人总是，我见我今嘛听无到，我录音起来啊，我等下再来去听。这呢，就是对于净法、中法就已经有差一寡。尽管法很好、很妙，法要入心很困难。这就是啊，尽可修。所以人间呐、啊，难得缘，行过来五十几年啦，看到了。人人呢、啊，把师父讲的话有在咧入心，所以现在我看到，我感觉真欢喜。但是呢，好好在想啊，才几万人呐、啊，或是几十万人呐、啊，或者是几百万人，现在的科技发达，全球。也许几千万人，但是八十亿的人口呢？几千万人算多少啊？几百万人又是多少？所以呢，还是假如有再更长更长的话，大家人听，大家人发心。菩萨招生不断的进化，这个时候才是真的进化人心。啊，一生啊，一直说我的心愿要进化人心，但是呢，总是有极限，时间不断过，不断过，总是呢，也有过完的极限呐、啊。但是后面的空间啊，后面的时间，后面的人间，他们将来呢，多大空间还会延伸持续法华的精神，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延伸过去，还有多少人间愿意接受，这都不知道。所以时间、空间、人与人之间，佛法如何进入真正的净化人间，敢有法度呢？要安怎？无奈呀、啊！啊，无奈要安怎？啊，搁做啊！总是呢，化想。我们就是现在在化成里的过程，我们生生世世过去都是化身，这个是分段行数。我们的过去生一段过去了，我们过去有因缘啊，又来这一段的人生，我们这一段的人生啊，造福或者是造业，历历啦都存在。那这生做不做不够，我还有来生一段。这种不断的来生来生，但是呢，每一段你做好，那就地慧智慧的累积，那。造福人间的福缘、哦、我们会一生一世更来越增加净福净智慧，一世人不断地的增加地的增加，大家人有志一同共同过来开路，那菩萨道愈开愈大，人间之大呀，菩萨之众啊。
销售贵的人不够人，需要大众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发心立业。我每一场都会听到师父，我对师父敬，我都会回过头，是爱对师父敬，爱对好好，这总是还不断一代一代的生生世世永续下去，这是咱现在的使命，未来的完成。